中国对于他们是一个神秘的国家。只有到中国来，才有可能实现自己对于宗教的理解。千条生命，我绝不留一条不给中国。各位好，这里是凤凰大视野。大概没有哪一位传教士像今天的主人公一样被全中国人熟知，最主要的原因是毛泽东亲自给他写的那篇文章《别了，司徒雷登》。跟之前的传教士故事相比，司徒雷登的身份更复杂一些。他在中国生活了50年，他所有的事功成败荣辱都发生在中国。他年轻时的理想是当教师，却被派遣成为一名传教士，却因传教士身份建立了一所世界级大学，从而引起人生发生巨变。他做过日本人的监狱，也曾被美国国务院勒令禁止讲话，更被毛泽东讥讽为美军侵略政策失败的象征。晚年时候，蒋介石也明确表态不欢迎他去台湾。司徒雷登的身份很尴尬，似乎所有人都觉得他不是自己人。不管怎么描述我产生的反对到中国做传教士的厌恶，也不会夸大其词。在那里要大声疾呼地对闲散的人群讲说，在庙会和街上小礼拜堂里，面对挑剔的古怪的人们，几乎是白白奉送小册子，忍受当地人的轻蔑蔑视，让他们逗趣地看你。他们的传教方式还是以传统的说，我给你吃的，但是这种方式呢，其实在中国并不受欢迎，大多数的传教士在中国的传教事业并不顺利。但是如果到中国来传教，在当时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是，整个的社会状况是比较差的，经济状况也好，生存环境也好，特别是那种文化冲突。信仰冲突、文化冲突，面对很多的不理解，那么他会遭遇很多的困难。司徒雷登生在杭州，长在杭州，11岁时回到美国读书，以优异的成绩考入美国人才辈出的汉普顿悉尼学院。学校毕业3年后，进入了神学院。但司徒雷登并不想成为一名传教士。父亲就是一名传教士，困顿的生活和收效甚微的成果，传教士的生活让他觉得无望。司徒雷登他作为这个传教士家庭出生长大的，之后又在学神学训练，那么这在整个的训练的过程之中，他这种使命感一定会就是越来越强烈。1898年美西战争后，美国基督会教会兴起了奋进运动，旨在向海外发展。此时的司徒雷登成为了一名基督教的革新人物，积极地为奋进运动做着动员工作。但他心中最大的理想是成为一名教师，而不是一名传教士。作为一个传教士这样的安排，自己是不满意的，但是他还是遵照了这个父母的安排，然后进入教会，然后成为一个传教士。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他自己的宗教观点和传统的这个宗教的这个思想发生了冲突。当时的教会分为两大派别，一个是恪守教义的保守派，一个司徒雷登这类崇尚心灵沟通的自由派。司徒雷登因为宗教思想不合，差点被开除教会。司徒雷登在奋进运动期间是鼓舞教徒去海外传教的基督徒，为了履行自己宣扬的传教应该去海外的诺言，决定去往中国传教。
这个派别的理念跟另一个派别的理念有不同，可能他就慢慢深入了解宗教以后，他会对这个宗教有更深的认识，甚至说我对你这个组织，你这个管理模式我不认可，所以他就到中国来，因为他觉得只有到中国来才有可能实现自己对于宗教的理解，实现自己在宗教上的一些抱负。就这样他又来到了中国，然后成为一个传教士。1904年，阔别杭州17年之后，司徒雷登又回到了这里，不会学校的念头。这是一个教会的任命，一个教会的安排。因为当时教会内部有一个认识，说他们看到中国本土的大学，因为像那时候的北京大学，然后清华也开始办了好几年，正在一步步崛起。然后而教会内部呢，对教育有一个看法。1908年，司徒雷登接到美国南北长老会的公函，他们邀请司徒雷登前往南京任职金陵神学院的教师。至此，司徒雷登可以说是梦想成真，他终于当上了自己喜欢的教师一职。如果没有后来的事情，司徒雷登也就不会出现在任何的历史记载之中。在金陵学校执教11年后，1918年12月10日，司徒雷登接到了一封电报，电报的内容是北京汇文大学理事会邀请他去往北京筹办一所新的大学。这是一所基督化的大学，教会人员的子女以及培养教职人员为宗旨。第二点是它是一所本土化的大学，它一定要能融入到中国的这个环境中，成为中国教育的一部分。司徒雷登接受大学校长这个工作时并不是心甘情愿，他的兴趣更多在传教和写作上，但碍于上层的命想脱身，但最终不得不履行自己的诺言。1936年6月24号，北平西郊的燕京大学里，一场盛大的文艺演出正在进行。开幕前，年轻的学生向一位老人献上了中国传统刺绣。南京国民政府主席林森送来了锦旗，国立北京大学校长和美国驻中国大使分别致辞。燕京大学的校工甚至敲锣打鼓，送了一块匾额，上书“有教无类”。用这种最为传统的中国方式表达对一个人的赞美。这是司徒雷登60岁的生日，他这天很开心，他登上了作为一个外国传教士在中国事业的巅峰，这也远远超出了他年轻时的梦想。1919年6月8日是司徒雷登担任燕京大学校长后首次与学生见面的日子。一个不大不小的尴尬是，当时的燕大校园空空荡荡，与新校长见面的只有毕业班的寥寥几位学生，其他的人都跑到天安门游行示威去了。司徒上任的当天呢，其实恰恰是五四运动爆发的这个余绪未消，学生们都去上街去游行去了。那么当时他开学典礼校长讲话的时候，面对的是很少的什么毕业生，几个毕业生，所以可以说是比较尴尬。这是五四运动爆发之后的一个月，北京学生针对巴黎和会不平等条约的抗议活动依然不断。燕京大学的学生们显然没有顾得上司徒雷登这个新来的校长。当时好多学生被捕，后来放出来。那么放出来之后，他们燕京大学的这些低年级的学生，他们都去欢迎这些被释放的学生。但是司徒对此并不介怀，而且还很高兴，说这才是我想要的学生。民国大学的风气、精神和质量是我国高等教育历史中的高山，
燕京大学就是其中重要的一所。燕京大学是美国长老会主办的一所教会学校，它的前身是由北京汇文大学和华北协和学院。1900年，义和团的大火烧毁了这两所学校，重建之时两校合并，后来改名为燕京大学。当时的一个宗教领袖就评价斯图雷登说，如果有人能够说出任将来这一所大学的校长的话，那么我认为没有比斯图雷登更合适的人。所以教会就找到斯图，然后要求说他来出任即将成立的这个燕京大学的校长。他们当时校长人选方面就很有争议，为什么呢？因为肯定是如果是无论哪个学校选一个都会偏袒自己的学校，所以他们要请外面请一个来，这样子哈可以中立一点，类似于秘书长或者说一个有一个职位的人。当时斯图雷登还不是燕京大学的校长，只是一个传教士。除了斯图雷登本身缺乏兴趣之外，当时的燕京大学确实也没有什么吸引人的地方，没有财力，没有名气，所谓学校无非就是几间房子而已。汇文大学的校址拿出来作为这个新燕京的校址，那么它是在那个盔甲厂，大概有3间的这个教室，有一个破操场。燕京大学在开办初期只有几间破房子，这个20几个教师，连这个打字员姑娘在内也只有33个人。斯图雷登把这所寒酸的新学校叫做不名一文的学校，他决定为燕京大学筹款，试图找一个更好的校址。他在回忆录里记载了寻找校址的过程，我们靠步行或骑毛驴或骑自行车转遍了北京四郊，也未能找到一块适宜的地产。一天我应一些朋友之约到了清华大学堂，其中一位朋友问，你们怎么不买我们对面的那块地呢？我看了看，那块地坐落在通往颐和园的公路干线上，离城5公里。由于那里公路好走，实际上比我们查看过的其他地方离城更近，因而十分吸引。那司徒就想争取过来，司徒是个这个中国通啊，所以我们看他争取这个园子的时候，司徒就去跟陈树藩谈。陈树藩说，这不行，这是我给我父亲养老的园子，如果你想这个拿去办学校，你去跟我父亲商量，如果他同意的话，我就没问题。然后这个时候司徒就跟陈树藩的父亲提示，哎，说我正在为你们中国办一所学校，主要是教你们中国人，使他们把学会西方的这些文明，我缺一个校址，我就看中您这个地方了，您看您能不能能这个。然后这个时候陈树藩的父亲就是慷慨的就答应了。在和陈树藩交谈的过程中，斯图雷登显示出非凡的交际能力，结果这位督军仅以6万大洋。这个塔呢就是这个博雅塔，然后这个湖就是未名湖，这是最有标志性的两个地标。燕京建成以后，这个湖其实一直没有名字，然后后来钱穆到了燕大以后说，哎，既然没名就叫未名湖吧，所以就有了他现在的这名字。未名之名结果报得大名，现在所有的人说到这个燕京或者是说到燕园都会说起未名湖。斯图雷登在自传《在华50年》开篇记写，我一生中大部分的时间以中国为家，精神上的屡屡纽带把我与那个伟大的国家及其伟大的人民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其实很难用一句话去概括斯图雷登这个人，以前因为毛泽东的那篇文章，斯图雷登简直就是美国坏人的代名词，现在却又有人站了出来说中国人都欠斯图雷登一份敬意，类似的话很多。
我们已经走过了非黑即白的年代，司徒雷登是什么样的人，每个人因为自己的理解而不同。要说他是一个深度了解中国人、自身具有中国人特征的美国人，总归不会太离谱，因为他的成长经历、精神信仰与所从事的工作无不体现着这个特点。有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可以看出司徒雷登的教学理念。1934年，北平学生反对蒋介石对日不抵抗政策，纷纷南下请愿示威。燕大学生在爱国方面一向不甘人后，也参与其中。学校无法解决，只好连电催促正在美国募捐的司徒雷登反华解决问题。司徒雷登返校当日，正是南下请愿的学生们北上返校之时，学生们不知道如何面对他们的校长，担心校长责备他们荒废学业。但是司徒雷登的一番话让他们感动得热泪盈眶。司徒雷登先是沉默了两三分钟，然后说：我在上海下船，一登岸首先问来接我的人，燕大的学生可来南京请愿了吗？他们回答我说，燕大学生大部分都来了。我听了之后才放下心，如果燕大学生没有来请愿，那说明我办教育几十年完全失败了。服务是服务给谁？我们可以有两种理解，一是服务给主，服务上帝，那另外一种是我们服务这个世界，服务这个时代，服务这个社会，这不是偶然的，这就是燕京的这个精神。燕大教训来源于圣经中的两句格言，一是马太福音书中的人本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而是要服侍人的，另一句是约翰福音书8:32的内容，你们必须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灵感使司徒雷登将这两句话结合起来，作为燕京大学的校训，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这个校训的来源来自于新约圣经的两段经文，一个是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的原话叫做就是耶稣自己说你们必认识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自由。另外一句话是马可福音里面耶稣他当时他弟子有辩论的时候，就是在争论这个谁为大的时候，耶稣说就是说你们来是要不是要去得到服侍，而是要去服侍他人。时任燕大教师的冰心在燕大周刊上撰文，为司徒雷登写下了非常具体而感性的文字。这团体上上下下总有上千上万的人，这上千上万的人的生婚病死四件大事里都短不了他。为婴儿施洗的是他，证婚的是他，丧礼主仪的也是他。你添了一个孩子，害一场病，过一次生日，死一个亲人，第一封短简是他寄的，第一盆鲜花是他送的，第一个欢迎微笑，第一句真挚的慰语，都是从他而来的。我看见冰心他有一段记载，就是说燕大校园的每一个学生，他们比如说年轻人结婚，婚礼大半是在他们家里面举行的，因为他是牧师，他就要为他们证婚。在燕京里每一个学生的这个名字他都能叫得上来，每一个教职工的婚丧嫁娶大事小情几乎都是他来主持，说谁结婚了主持婚礼的一定是司徒，说谁家里办白事了给操持丧事的一定是司徒，司徒就像一个大家长。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中日两国全面进入战争状态。之前华北高校纷纷南下或内迁，司徒雷登经过仔细权衡并经教会上层同意，决定留在北平继续办学。所以是在燕大校园里面，燕京大学校园里面，这种学生运动还是比较活跃的，尽管他
尽量是根据就是他的这种教育理念，他的这种信仰理念，他希望学生更多的把精力放在学习上。但是呢在每发生这样的学生运动，有学生被捕啊，或者是碰到其他的一些状况的时候，他总是自己亲自出面，或者是派他的助手去出面把他们营救出来。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次日凌晨，日军包围燕京大学，宣布燕大及时由日军接受管理。美丽的燕园沦入日本人之手，被用作伤兵医院。司徒雷登和一批学生相继被日军逮捕。燕大的成功是因为政治风向的改变，他也进入了一生中的厄运时期。最后当司徒雷登回到美国写出了他的回忆录的时候，胡适在他的这回忆录上写了一个序言，对在评价司徒雷登之前，对整个的基督教的这个传教士的群体做了一个评价。那么认为这些传教士他们对反对这些愚昧的社会的风俗，比如说缠脚啊，那么对于中国社会的教育啊很多文明的这种科技的带入中国，他们做了很大的贡献。1949年8月2日，司徒雷登乘坐一架破旧的美国军用飞机离开中国，他心情沮丧，多年以后也忘不了那种糟糕的感觉。1946年，我在意想不到的情况下被提升为美国驻南京大使。然而在1949年，我作为大使最终却是很不愉快地离开了那个国家。半是教育家，半是传教士，但是司徒的转变是很彻底的。他虽然是基督徒的这个底色，但是他把这个底色压到了最淡，然后凸显了跟世俗更能和世俗融合的一种方式，也更能跟融入中国社会的一种方式。那么这让我们看起来，就是在我们后人看来，他更像一个教育家，冲淡了他的传教士的色彩。但是我始终认为司徒所做的一切都是建立在他传教士这个基督徒这个身份之上，他所有的理想也是宗教的理想，一个宗教的情怀。为了挽回政治影响，8月5日，美国政府发表《中国问题白皮书》，司徒雷登也成为顶罪者之一。又因为司徒雷登曾秘密建议白宫抛弃国民党政权，蒋介石1952年也明确表示不欢迎他到台湾。8月18日，新华社播发社评，由毛泽东亲自撰写的《别了，司徒雷登》，最终使司徒雷登成为一个彻底的悲剧使者，在中国生活并苦心经营50年，成为政治笑料，并淡出中国人和美国人的视野。北大校长蒋梦麟评价司徒雷登，说他身上汇集了希腊文化的智慧、希伯来的宗教圣灵和中国文化的人道主义精神，没有一般传教士身上所表现出的狭隘性。即使这样的人物也不免于困惑、无奈和尴尬。司徒雷登最终悲剧性的命运和燕京大学的消亡，是那个特殊时代东西方关系的结果。司徒雷登的遗言是希望死后骨灰葬在燕园，安葬在燕大校园内妻子的墓旁。但是后来因为特殊时期，部分北大人联名上书拒绝了这个请求，认为他是敌视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帝国主义分子。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继续讲述在华传教士的故事。接下来为您播出华润凤凰焦点关注。